第二天，不少民众排队等候，还有人手上拿着手板。这就是在台北市立动物园，7月6号是大猫熊元仔11岁的生日，不少人都来帮他庆生。我今年在大概2月、3个月前就开始设计了，就开始设计这个卡片了。元仔的粉丝很有心，都是起了个大早来看他。园方也拿出了精心准备的生日蛋糕。不过6、7月正好是大猫熊的假孕期，情绪上比较容易郁闷，不想动。但生日这天，元仔似乎心情不错，直接在镜头前面吃播。还有民众关心后代问题，相较于团团圆圆9岁配对成功，目前元仔还是没有传出配对成功的消息，恐怕跟两岸关系紧张有关联吗？两岸总要对话，总要谈怎么样去完成这个任务，所以我想国际间也一样，就是说你一定是双方会去检查彼此的专业能力，双方会去检查我们彼此的友好关系。元仔何时才能怀孕生子，恐怕还是得看大陆态度。不止元仔，还有妹妹元宝家族如何延续下去。北市动物园发言人说，方方面面都要顾及，台湾跟中国大陆是否友好或许很重要，双方都在检验彼此的专业能力，但如果有机会成功配对，申请相关文件跟该做的工作都会尽力合作执行，希望未来能够有好消息传出。 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